这啥？准备伙食啊？呀，这上锅呢，这是。监督的人啊，都有啥呀？介绍准备火锅的过程实在是太艰苦，准备挺长时间了。艰苦？怎么还能艰苦呢？累艰苦，一活到过去了还艰苦。吃着就好了。晚上火锅啊。啊，大半圈。晚上给你改善伙食，吃火锅。真好。真好是吧？真好。没事儿。好。嗯。啥没事儿啊？你啥没事儿？没事儿，你月面吃吧。搁哪儿呢？光有这些东西，见你瞅，见你涮不到嘴。土豆炒成面，切的冷的面吗？啊，切的面不面吧？花枝啊。花枝就面的是吧？对呀。嗯。应该能，炒着行哈。那牙子没了呢？牙掉下去。那儿就在那儿。来上吧。啃骨头啃掉。哎，那多使劲啃的骨头。这没了牙，有点太吓人了。他差点给划丢了，掉了。那个。这是能涮的啊？嗯。青菜。哇。嗯，好。来生菜。对，妈没有动动吧？有，妈说不知道拿起来，咱们俩就咱们俩这冰柜里吧。咱有冰柜里也有，想不起来了。你看你家这么大，三块。姐俩块啥？这俩看就知道。嗯。中国不是意大利？谁赢了？又中餐没打？这他这这大外孙子在那逗他姥爷呢。你今年也别说我奶奶，高奶奶。你这啥用的？你起来，咱俩比。你起来，看直接，你就看咱俩谁高。你高。你高。啊？就这个东西。还不咬上，嗯，人家没有沙的，嗯，干净还，这个好，没办法不吃，我家胃口好，嗯，咱就切成这一条条的，对，是啊，对，调料去做，我大姐夫能调料，大姐夫，来吧，你来调汁的调料，这个得泡，你是美食家呀，你是。做完里边还要下啥吗？锅底儿？也不用下啥。调料。锅子搁哪儿呢？锅那儿呢。我切那些葱花呢？需要这个用吗？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用完这个头里头去了。切点。没有油饭。看大姐调的啊，调一锅底儿。老抽，嗯，这得放牛奶了啊、哦。牛奶啤酒，这那刀呢？嗯，我那有刀。哎，这家伙高汤啊，都白花了。这锅底儿调好了啊，四条的这个。大姐夫是个美食家呀，是个吃货，是个吃货。啊哈！你说我这牙给你踢下来了，我寻思是牙呢，我踢的。是，不是粉皮子。真要够呛。好。快吃饭了。辣椒有吗？孩子们来吃饭了。哟。热。热。
来，大白卷吃饭来。咋的了？上地打转是吗？上地打转。哈哈哈哈哈！上地打转。哈哈哈哈哈！上地打转。哈哈哈哈哈！来个不大的。哎呀，这火锅是吧？开了啊！是是是。开了。那个用上。没了。那车上。来个班，我拿个。先来块土豆吃，你老跟那儿这是不就是就愿吃吃土豆地瓜，地瓜土豆什么地瓜？锅麻土豆吗？对，嗯、小孩也吃这玩意儿，我就别吓了，我一股什么药什么药？中草药味儿。这是啥？药？给我一个碗呗。草药味儿的。嗯。什么药味儿？中草药。养生锅来的。那养生锅看着好使，红那个有点红是吧？你说那也没磨好啊？嗯，你可以磨到像大米似的发白。那我好吃。你们家吃的？谁家？早些不整过吗？都。你们家吃的什么？水果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就放豆腐就行了。嗯，行。放啥？这你啥都可以放。啊。干豆腐。放点金针蘑菇，干豆腐里边有挺多呢。一口没下，我这一口也没吃上，你看这。吃的行。